不严谨，不优雅，不精彩，不奇妙，什么都不打。你在神神叨叨什么？评价你那些败下阵来的同伴吗？说的是你们斗虫的风格。啊！你的脑袋被漂浮林砸过吗？本大爷又不是来表演节目的，本大爷讲究的是热血、强劲和势不可当，你要来领教一下吗？想起了不好的回忆，我不能和你这种大大咧咧的家伙对战。这位金发的先生看起来很好对付，决定了，我要挑战他。我的挚友，听见了吗？他说你好对付，你快来好好招待这家伙。真是让人看不懂呢，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收集对手的情报嘛，一个接一个的过来送战果。花角玉将的团队简直就像是散装的，策略这方面远远不如我们三个嘛。鬼斗虫之间的决斗，理应表现得很有观赏性，甚至是艺术性。可你们好像并不理解。有点矫情过头了啦。明明爽快和开心最重要，只强调观赏性，不就变成演戏了吗？行。Thank you.